既然你已经看了，神奇宝贝。那我是大发慈悲的，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观察爱与最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鱼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哥。大家好，我是葛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欢迎收看由我们巫妖王集团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宝贝剑盾。你们两个又撅着屁股，我忍不住想踹一脚，真的是。小七，你站点过来呀、啊，小七。真情之吻吗？来吧。旁边这个狗逼飞腿了，我还是直接蓄力给我来了一脚，直接击中要害我。Nice。好痛。Nice。升级去，升级去。我突然觉得隐隐作痛。哇，七级训练师啊，你完了耶！亚宁，哎，水里面有你最喜欢的那个火箭龟，确定吗？对，水里面。我看能不能抓。前提是你能抓到它。这是 boss 啊 ，boss， 你怎么可能抓得到？真是的，你我还有能抓的吗？为什么这鱼河豚里面没有鱼了？我终于轮到我击中要害。我刚刚抓到了这个你应该会喜欢，你看看。击中要害，你看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屁股上还有个爱心桃。我击中要害，什么都行。来，小七打一架，打一架。来，你十八级哎！看一下，咬你一口。哎，用长长的舌头舔遍对手的近身。再咬一口。什么？长长的舌头舔遍对手的什么？过分。长长的舌头舔遍对手进行。就是赤裸裸的欺负你，哼！有时候会让对手陷入麻痹状态。麻痹！我发现这个技能好污啊。人家我干、啊、不是干啥？来，怎么了？你还加血、啊？发生什么？我不知道他对我使了一个招数，我就嘣就分端了。什么招数？我威力这么强？我来试一下，直接打了你分端。加血。对，打了你能不能不要加血的？好，十三级的可以挑战一下了我。我三十五级的训练师，溜了。上啊！你刚才那样子欺负我，上他呀！想啊，越十多级，我还是有点自知明的。我就不行，搞不死。有种加血！我去，这波加曼在草原生成的吗？在草原刷的吗？波加曼，他是在雪域呀？不知道哎。他可能这里也知道某讯的超级会员啊。对，哎，谁丢了一个鱼啊？小七，这有个妹子，你可以欺负一下，快过来。好嘞，我来了。一听这个，瞬间我就精神了。精神小伙来了，十八级的英雄，交给你了。蛇，不能说自己不行啊。我感觉他会锤死我。哎呦！来吧，哎呦、啊，哇，治疗了自己，得换片色。哇，怎么了？服了这个妹子，这妹子不见了。打败了是吧？他只有一只宝可梦吧？应该。啊对。哎，咱们初始的那片地形呢？初始的那片地形，不知道。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我今天什么时候出的屎。我给我烧点肉，我要死了，我要烧死了。烧，你要烧点肉，你要烧死了。烧死了，你要烧死了。不是，我要饿死了。不是亚尼，你这个自己烤自己，那还行。有下面一个大 boss， 蚂蚁大龟，你不要带把我带歪行不行？笑你妹啊笑！不是我的，主要是看到他听着熟悉的声音，我就情不自禁，对不对？咩咧鱼，滚！你滚！十级的剑子草。哎呀，小狗狗来哥哥怀里。哎呦，肉呀，这个狗。哎，我这边看一下能不能遇到心仪的宝可梦，给它抓抓。还硬的。香蕉呢？百足弓。跟娃娃。哎，我可以去高山呀。
避了攻击，可以救他。嘿，看，给我西瓜，谢谢。看看你们谁是第高山、啊对，看看你们谁是第二个进化的啊？那肯定是我呀，我才十级呢，他居然把我干倒了，我就要挑战高等级的，升级实力跨。见关一山，发一下，快！哎呦，我操，四十八级就不要搞我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搞他！卡个蛋在干什么？准备下起雨了。打扫一个四十八级的来干我。那里有个训练师呀、哦，在前面。我知道你想干我，追过来了，好凶啊！哦，大奶钻啊！哎呦，超人老兵倒了。喵我种子。我有进化了，进化了，我进化了，我进化了，我进化了。你进化成什么了？把我干掉了。叫什么猴来着？看叫什么猴。嗯。猴塞雷。猴。哎呦，一根棒变两根棒棒。三级的。这个猴子叫什么？来，看一下。叫趴东猴更牛逼。好了，趴东猴给你看一下，好扛住，电光一闪、哎，就是敲锣鼓的猴呀，两根棒棒，挺符合你的形象。你在抓什么东西？喵我种子呀、啊。嗯，多少级的？这一季我要那个多抓一些宝可梦。哎，奈斯啊，多少级的神奇宝贝？十四级的。十四。哇，我也进化了。你进化成什么了？欢迎进化。我进化进化小火龙。他跑，这打不过，这个东西太厉害了。打不过来，我帮你报仇。十四级的可以挑战一下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个大哥。大哥在这。是大哥来带。大哥在这。你能让我抓到吗？哈！哦，小林丹，你兄弟、哦，完全打不过。啊、我兄弟，我哪来的兄弟？不少鼠，干什么？小青，你来是？你在门口战斗？无畏小子战斗，骑士蜗牛呀，抓！哇，我这都没加呀！你来我家吧，来我家吧。小青，你是想要报仇吗？一个球抓到，是不是想要报仇？来，不，你走开，哥，大哥，你找卡哥，对，来拿卡哥在你后面，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宝可梦？一只神奇宝贝，一个球抓到，哇、哦，来谁的狗？厉害，谁的狗？要打架？这个宝可梦挺帅的，这尾巴好长。虫系加钢系，铁臂剑舞，头锤鬼面，哎，这个。长胡子的狐狸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在抓一个无畏小子。我的天，打人好疼！我是五级，我会考虑带你效劳。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皮可西，他要揍我，卡哥。我来，我来帮你安排，绝对明明白白。明明白白。这是判定啊！啊，判定吗？啊。黑暗大师兄，在搞的呀？在21级啊，小 K 大师不了了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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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我接中了判定的要害。我们的土豆呢？什么土豆？小七来打一下，小七。炉子里土豆呢？不要。炉子里没土豆，谁这么缺德？谁这么缺德？偷小铃铛的食物啊？谁啊？谁这么缺德？谁？好久的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谁这么缺德啊？谁这么缺德啊？怎么这么坏嘞？就是嘛，不知道怜香惜玉吗？不知道绅士一点吗？就是嘛，肯定是小七。我把真的什么都下这锅就跑我身上来了。你总是搞事情啊！不，你是谁啊？哎呦，41级你还会走位呀？你再给我走。电光一闪。哎呦，蜗牛，给我干他！哎呀呀呀！我还就不信了，最后一个球，是啊是，我抓不住了。Nice！ 我也抓住了。哇天哪！我是无期的，你也抓到了。对。为什么我就只有我抓不住呢？我竟然把球已经扔完了。那目前战斗力又是我们两个最强。我恶系的，我这个是恶系的。
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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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谁给了我一堆土豆？踩踩你一脚先，死了，就两下就死了。小七，我来给你打，我可能不会安排的。你走开，调戏一下你先。都进来吧。哎，恭喜你让我升级了。我球踢完了，然后就没抓到神奇宝贝。那就抓了。巨型螳螂飞起来了。巨型螳螂飞起来了。我可以骑耶。咱俩也可以骑啊。可以骑耶。啥东西啊？火。你看。哎，可以两个人骑吗？你上来。你上来，那一只是二人神。上不来。木易庄那一只二人神，找锤是不是大哥？哇，这移动速度好快！可以的。哇，这有个什么东西这么大？食人花，大石花，大石花，大石花，小七，你的大石花，大石花，能抓吗？这个玩意儿？丢球，朝他丢球。哎，可爱球有机会，一个球抓住。哎，你们天上有个巨型螳螂是不是？看到了，对。嘿，我球不知道扔哪去了。哎，这些球果你们都不捡的吗？那是我扔出去的。小七一定不知道这些球果有什么用，所以他直接丢了。我怪不得小七啊，都是宝贝啊。哎，你这样扔掉了。咱们要做，咱们要做那个的啊，要做那个。球精灵球的呀，就是啊，村庄很难找到。这家伙接连的挑战我，几个意思啊？哼，我现在可是不熟。开玩笑。哇哈 ，Mary 战斗获得了一个钟。哎呦，这钟，我抓了一只都没抓到。我也是，我球已经用完了，12个球，一个黑暗球。哎呦，什么东西一闪过？嘿，就你了。不是小铃铛，你门口这两朵向日葵能不能种好一点？一个朝里，一个朝外。他自己歪的，他自己长歪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啊！我抓住了一只。抓住了一只什么？不知道。来打一下，打一架。来打一架。来，别走嘛。来，打一架。我俩很温柔的，相信我们。我们会轻一点的。啊，我会击中你的要害。差点打赢了。要死了。这只是啥？哦，他们两个打起来了。我踢走你的要害，还有一只什么？哼，这个是吧？好。蜗牛。不要去搞小七的要害，好不好？哇，好疼！我的天，直接被秒了！耶耶！什么情况？你刚用了个什么技能？这么疼！打不过了！我操！小七那么凶残的，打不过了！小七那么凶残的吗？现在？打不过了，他抓了一个跟卡哥那个一样的，对，蜗牛叫什么？骑士蜗牛，来搞，不要紧，搞呀，好，这个大石头给我打一下先，死干嘛？不给你打，再见。来呀，一样的，都是蜗牛呀，你怕什么？不，你比我高五个等级，不打，再见。就差五个等级而已呀，什么东西被我打了一下？我。你去抓宝可梦啊！我没有球了。你球哪去了？你球用完了？没有啊。我这里有29个，来分你一半吧。没事，我球啊，给我的，我一个球都没了。啊好。感觉每一季，感觉每一季都是亚宁最穷。穷穷到叮当响。你们哪来的球啊？贫穷 buff， 亚宁是有贫穷的 buff。你们是哪来的球啊？捡的，富婆给的呀。对啊，哇，你他喵的！哦，小七那边可能给重了，我就说怎么球少了一份呢？哎呦，这什么臭臭花吗？那么大一只，真笑了。
我就说我怎么感觉我自己什么都没用到就没了。那我是不是捡了三个人的敲？两个人的应该。两个人的。哇哦！哇，好大一只霸王花！我这里有只雷电兽，你们可以挑战一下。而且这个全是 boss 哦。这个什么鸟？身上没球了。Boss bug。来，哇，这个霸王花。来来来，送球送球，送球什么鬼？这个、48级。给霸王花。干他！好，打死他先。看你霸王是我霸王，赢梦。哄他！哇，招式教学狂！点一下，快点一下试试，点一下试试。开路！啊，谁打我屁股？三级！我这个不能点的，这个点了就出去了。谁？刚刚是他们点了，你没听见吗？那谁掉了？我还以为他们说是。哎，抓住了！是一本书。我抓住了。是吗？抓到了，真的。抓到了一只什么？一只什么？ Yes. 抓住了一只鸟。我要抓只小铃铛。会飞的鸟。有你看到吗？昨天晚上有小铃铛被我打死了。我怎么老是被别人打死呀？我是个啥？再给他取个名字叫小铃铛。抓到了一只花舞鸟。不能骑的。哦哟。哇，三十五级啦！37级的小铃铛。我操，这个路什么？38级，战斗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很臭屁哈！不锤，来用我的钻石大鸟干他。什么大鸟？钻石大鸟？什么玩意儿？开启叫声。突然间怎么感觉开起车来了？不知道呀，你们又干了什么？你们这趟车能不能把我放下来？不，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，这是去小前班的车。嗯，对。哎，技能好像不咋地啊。但是我一个回血的技能，好像很臭屁哈。哎呦，这火性大。哇，这个家伙挺帅的。看破了，这个不能骑。哇、哦，他好像是我。我那哎，强制性的结束战斗。哎呦，哎，这里有只小铃铛，木鱼你来不抓？我没球了。21级的小铃铛，到底是个啥东西？布少鼠啊！你忘记了吗？跟你的皮肤特别像呀。对啊。那个黄黄的老鼠。对啊，就差不多也。有小飞机。感觉像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。你看啊，在海边啊。看到没有？哪里像？一点都不像，好吧？很像，自己都说像。之前大家看，现在我觉得不像。哇，你挖那个什么东西 ？Boss， 不，你就上了，试试看嘛。哇，我也是上 Boss。上 Boss 了吗？哇，常说耶！打不过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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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搞他！车轮战术，我来干他。那你来干，来，叫他一声。哦，完了。我来。完了，打不过。很嚣张，好，71级。来，铁臂。阿童木。是他，他是根据你那个，根据你等级最高的宝可梦啊、叠加20级。大几70级。这玩个香，你就帮帮他哟。好了，不看了，走，没我啥事儿。哎，有鱼，哦，搞不定，打鱼，戳死他，烤了他，来吧。又是凯奇在我面前秀来秀去的。来吧，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OK， 等一下，我逃个跑先。逃过。哎，我得自杀一下。我来了。哎，好了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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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。